那我不去那边，我就去你家喝喝水就行了，看看好吧。去不了。哦，去不了啊。你去了就看不到爸爸妈妈。哦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嗯。哎呦，不行，那阿哥不去，阿哥不去啊。他就在我们对面。哦，他就在你们对面。啊，湄公河嘛。哦，对，湄公河，湄公河。哎呀，哥姐们，咱们左上角给你们发个福袋吧，左上角给你们发个福袋，咱们都去参与一下吧。阿妹，你这个路有点小哦，这能去你家吗？这个过去还要小哎。这过去还要小。但是就很快就到了。很快就到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行行行。我们寨子里面好多。哦，哥姐们，咱们把账账点点好吧，咱们把账账点到两万去好不好？能不能把账账点到两万啊？这账账都还没动了啊，咱们现在跟着阿妹一起去啊，阿妹。就是你们这边是不是啊？经常说啊，有很多这外地来的，这来你们这里做上门姑爷的。这边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这边的话，寨子里面有两个是上门的。哦，就你们寨子有两个是上门的。嗯。哦，那你哎，阿妹问一下，这你家怎么不找一个上门姑爷啊？这三个女娃呢？我们找不到嘛。哦，你们三个找不到。我阿姐以前找了一个，她跑了嘛。哦，你阿姐找了一个跑了，你找不到。我们寨子里面没有。不是阿妹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找不到。我阿姐说叫我过几天要出去打工嘛。哦，你阿姐就要你出去打工。打工，她说能看到阿哥找老乖。哎呦，其实你阿姐还是挺聪明的，阿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们内地那些啊，好多好多阿哥都长得很帅的，知道吧？啊。我们内地的好多阿哥都长得很帅。长得帅。对呀、啊。你就你看啊，你看我帅不帅，阿妹？不要长得帅的。不要长得帅的。嗯。那你要长什么样的？我要长像我以前姐夫那样的。你姐夫那是哪样的？你姐夫？我姐夫。啊，对呀、啊。胖胖的嘛。胖胖的。嗯。怎么你要找个胖胖的？嗯。哎呦，那阿哥帮你物色一个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胖胖的？有没有胖胖的？有的打个有好不好？胖一点，他才有力气嘛。哦，胖一点才有力气啊！嗯，不是他用那么大力气干啥、啊？要跟我们干苦力呀、啊！干苦力？嗯，不是阿妹，你这是招苦力还是招姑爷啊？这那也得帮我嘛！啊、哦，也得帮你，这都帮你都干些啥活啊？扛芭蕉嘛！哦，就是扛芭蕉啊！嗯、哎呦，这是有没有人愿意帮阿妹来扛芭蕉的？啊？这里路有点小啊！这路有点小？嗯，不是阿妹，你怎么带我走这么小的路啊？只有这个路嘛！哎呦，哥兄们，这路有点窄哟、啊。去嘛。这里过不去是吧？嗯。这都拦住了。对呀。不是阿妹，你这个路有点小啊，这怎么过啊？慢慢的就走嘛。哦，慢慢的走。啊、嗯。哎呦，这慢慢的走，哥兄们，这要不要走过去？哦，行行行行。哎呦，哥兄们，这路有点小啊。慢一点。好好好好。说阿妹，这好像牛羊走的路啊，这个路是。这是我们挖的嘛。这是你们自己挖的。嗯。哎呀，哥兄们，这感觉这个路太小了啊。阿妹，哎，你等一下喝水吧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肯定要喝水啊，这么口渴啊。那你慢一点到这边来哈。好好好，哎呦，阿妹，你这个找个胖的，你这里就是扛芭蕉扛香蕉吗？就是给你，啊，帮你扛芭蕉扛香蕉是不是？对的嘛，还要生娃嘛。还要生娃？啊、嗯。哎呦，这是生娃，这你打算生几个娃、啊，阿妹？不是阿妹，这没地方去了。啊？这没地方去了。这里拦起来的，我有点背不动。你有点背不动、啊？这里过去。哎呦，还从这里过去啊？啊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到底？你走快一点嘛，我背不动了。哦，你背不动啊？哦，行行行行行。哎呦，哥兄们，这阿妹还是挺善良的啊。那阿妹，那你这上门姑爷都有啥要求啊？你这？我们上门姑爷嘛，跟我们干3年到5年干活啊。干3年到5年啊？啊。哎呦，哥姐们，这3年愿不愿意啊？这3年太长了吧，阿妹。啊。这3年时间太长了吧。3年太长了。对啊，哥姐们，3年时间长不长啊？这干3年活哟，这。但我们不要彩礼的嘛。啊，不要彩礼啊，干3年活。嗯。哎呀，不要彩礼干3年活，哥姐们划不划算啊？你们觉得？这不要彩礼干3年活，这我感觉还挺划算的，你们觉得划不划算？到了吧，阿妹，就到了。在前面。哦，就是咱们打个不划算吧。可以的嘛。可以啊，你不是说划算的吗？哎，对，我觉得划算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说不是划不划算，知道吧？就有些他觉得不划算，但我觉得划算，他很多人他又不觉得划算。那你觉得划算？那你等一下到我们寨子去挑一个。还有得挑啊，阿妹。啊。那你等一下给我多介绍3-5个啊，你介绍3-5个给我挑一挑吧。7-8个、8-9个。7-8个、8-9个的可以啊。嗯。哎呀，哥兄们，这。
这老爸在不在？老爸，老爸你在不在啊？这你今天儿子是走运了吗？桃花运来了啊！老爸你在不在？在你哪个在？好吧，儿子今天好像有点那个啊，运气来了，好吧。我等一下给你烧歹饭。烧歹饭？我们这边的饭。哦，这是歹饭，还有，哎，你们这歹饭都是什么饭啊，阿妹？我们这边歹饭嘛，就是。菠萝饭吗？那个。菠萝烧饭嘛。啊、哦，菠萝烧饭。啊。哎呦，这我还第一次听说过菠萝烧饭的啊。但我听说过没吃过，阿妹。那我家给你做嘛。啊，等一下你给我做啊。啊。哎呀，行啊啊！这阿妹，你们家都有些啥水果啊？你这边？我们家有香蕉，有芭蕉，有菠萝。多少？有香蕉，有芭乐，有菠萝。有菠萝蜜。还有菠萝蜜。啊。哎，你这水果之乡啊，这压根就吃不完呐、啊。嗯。哎呀，哥兄们，这地方好不好？有没有愿意来的啊？这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边一年四季连羽绒服都不用穿啊，是不是？这是芭蕉是香蕉阿妹，这又是芭蕉又是香蕉，这又是芭蕉又是香蕉、嗯、不是阿妹，这芭蕉就是芭蕉，怎么是芭蕉又是香蕉呢？你来嘛，这里有，我给你看嘛。哦，行、嗯、哥兄们咱们啊跟着阿妹啊，阿妹你家就到前面到了。嗯，哎呦，那这么近啊。哎，你家怎么这么漂亮？阿妹在前面就到。哎呦，你家这太漂亮了，阿妹。哎呦， 这没去路了，阿妹过去。哎呦，又从这里钻过去啊。这里有个茅坑啊，这里有个茅坑，怎么这么臭了？我是说，哎呦，这谁呀、啊、这刷这么多墨镜啊。啊，谢谢这个大哥啊。哎呦阿妹，你这个路稍微有点差呀。戴眼镜吗？不，他那个墨镜跟这个眼镜不一样啊。这里就是香蕉，那你就是芭蕉。哦，这里是香蕉啊。哎呀，哥兄们，这是香蕉吗？不是，阿妹你家香蕉怎么往上长的啊？那这不是阿妹，你这香蕉怎么是往上长？它香蕉不是就是这样子，它不是掉下来的吗？它就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哥兄们有没有见过香蕉啊？啊！哎呀，阿妹，你家有多远呢、啊？就在前面。就前面到了。嗯。不是阿妹，你家香蕉这么多香蕉，你压根吃不完呢。我们家香蕉是拿来卖的。哦，你们家香蕉是拿来卖的。啊、嗯。哎呀，阿妹，这你家香蕉拿卖多少钱斤呢、啊？4毛钱一斤。4毛钱一斤。嗯，不是阿妹，我在我老家是4块，你这里4毛钱一斤啊？嗯，你这也太便宜了，阿妹。嗯、哥兄们，你们那香蕉多少钱一斤呢、啊？这阿妹他们家的香蕉4毛钱一斤，这我在我老家4块，啊？那你们那边肯定没有存钱哈、啊？没有存钱？啊？这我们那边都有钱。那你们买东西那么贵啊？不是，我们那收入高啊，阿妹。嗯、这个芭蕉熟了。这哦，这也是芭蕉啊？啊、嗯。哦，这个是香蕉。哦，这个树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嗯、就是它长得不一样。哦，这个、嗯，哎呦，这个阿妹这他们这里真的是太便宜了啊！哥姐们，4块4毛啊！你想想，这一万斤香蕉才4000块钱啊！啊，到了吧，阿妹？马上就到了。啊，马上就到了。嗯。行，哥姐们啊，咱们马上到阿妹家了啊。5块6块，哎呦呦，这么那个啊，这么贵啊！你们那香蕉都，这是我在我老家4块啊。到家了。到家了。哎呦，这阿妹，你们这水果挺多的，这你看这阿妹他们这里到，啊，到处都是水果啊，哥姐们，好吧，这到处都是水果，看到没？他们这是什么水果？哎，人呢？阿妹，不是人呢？阿妹，不是阿妹跑哪去啊？不是阿妹你跑啥？等一下我，不是阿妹你跑什么？不是哥姐们，这阿妹跑啥？不是阿妹你跑什么？等一下阿哥，是什么事啊？你有什么事啊？等一下。不是你还没带阿哥去啊，你跑那么快干啥？不是这哥你们带阿妹跑什么？哎呦，不是阿妹你跑什么？哎呦哥你们，不是阿妹你跑什么？阿妹，你跑什么？哎呦，我都追不到你了，怎么事啊？